声欢迎！哇，我们新地方的请开启，欢迎第一遍大家大家请进场。哇，各位好朋友，我们的观众观众非常的俏皮可爱哦。但是大家的话，待会经过你们身旁的时候，可以给他们多一点掌声哦。我觉得好像在跟他的粉丝朋友在见面会的概念哦。朋友再次加入的光光，一向我们生活的幸福入口，我们一起欢迎新人队伴郎伴娘，请进场。好，第二队比较害羞一点点，非常腼腆哦，请大家也帮我们掌声一下下哦，谢谢。是的，伴郎伴娘都是陪伴着我们新郎新娘一路成长历程最重要的好朋友哦，我的是同学，你的是同事，但是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可以见证呢。我们室友跟我们一路哦，他们这一辈子幸福的时光。接下来请各位兵再次将你的目光移向我们身后的幸福入口，我们欢迎第三队伴娘伴娘请进场。是的，伴娘伴娘今天总共有六位哦，那这里六这个数字呢，象征着呢是非常顺利圆满啊、哦、一个女一个字，也代表一个好字，也是呢预祝着我们室友跟一路可以永远幸福，永远甜蜜，永远相爱着成。哇，谢谢我们的这个伴郎伴娘引导。接下来呢，我们请各位来宾再次将我们的目光移向我们身后的幸福入口，我们一起掌声欢迎。好，我们幸福大门请开启，来欢迎我们的男方主播人请进场。各位朋友们，麻烦
但是呢，接下来我们要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一起来见证一个非常幸福的招呼仪式。这边的话呢，我们请一路的爸爸妈妈来将宝贝一路人的手牵起来。好，请我们室友掌心朝上。室友掌心朝上就是承诺的开始，从今以后呢，请你好好的呵护宝贝女儿，好好的呵护他们的心肝宝贝，我们的第一个就交给你咯，请你好好的爱护她，疼爱她，好好的照顾她，请问你可以做得到吗？可以。哇，我们给新大官掌声鼓励一下，再大声一点。我可以。哇，好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承诺啊。那也请爸爸妈妈把宝贝女儿的手先放下来。好，那我们请新郎官跟爸爸交换一下人生中最重要的位置。来，今天的话，再多的不舍也都要化为满满的祝福。我们要开心，女儿找到一个非常棒的归宿，有这么棒的女婿陪伴着你们的宝贝女儿一起幸福的往前走。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流下的泪水。虽然是不舍的泪水，但是也是开心的泪水。同时的话，我们请女方家长、爸爸妈妈们手牵手，那也请我们各来宾给我们的女方家长一个温暖的掌声，好吗？恭喜恭喜了！非常的不舍，但是这个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开心。他们的掌上明珠一路找到人生中最美满的归宿，爸爸妈妈真心的为你们满满的祝福啊！好，接下来呢，对好朋友哦。就是你们最期待、最期待的一刻了！我要请大家拿出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欢呼声，我们一起欢迎。